very touched. Of course. Thank you. Yes, because 他很少 surprise 我。你好 Sylvester， 你现在在家里都做些什么东西啊？现在在家就收拾家里，很久没有收拾了，就收拾家，还有呢就煮饭。都煮些什么东西？就煮一些想要试看一些以前我妈妈就煮的一些东西啊，所以前几天就 try 的煮卤鸭，可是这样煮不成功。我们就喜欢他，我全家人就爱他，然后呢就帮忙我女儿做一些他的背巾啊，做一些 marketing， 因为 Adeline 最近一直在做背巾，我大女儿。现在其实在网上也是有很多 TikTok 这类的东西啊，你有玩吗？你本身？我本身还没有，对，可是我有看到 Adeline 跟 Audrey 他们都，我两个女儿都很喜欢 TikTok 这玩意儿，可是我 还不知道要怎样用它。有看到他们的创作吗？没有哦，还没有创作吗？There's only one thing to do, three words for you. I love you. Hey. 我是特地为你而做的耶。哦，谢谢，很可爱。因为这个礼拜天是母亲节嘛。对，他就特地为你而做了这个 TikTok video， 会在这个礼拜天放上网。谢谢。Oh, that's right. 我有礼物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还想带你看看远方。其实是iPhone 跟 MTM 送上的母亲节礼物。很漂亮，你的哇，还有礼物，真美哦！对，这个是 MTM 的 Custom Blend Mask， 还有它的 Jet Mask Jet， 同时呢还有一个 Facial Treatment。After 这个 Second Break， 你就可以去做美美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 ，Sylvester， 你们真有心 ，Very touch。Of course， Thank you 。Yes， because 他很少 surprise 我。谢谢，拜拜。时光。这个 Zoom 很 interesting， 这个 app 还可以 screenshot 拍照。